玉山下雪了，小木屋盖上一层白雪，宛如仙境的美丽景色，让原本要攻底的山友忍不住停下脚步欣赏。不止玉山，位在南投的合欢山也下雪，许多民众天还没亮就出门赏雪，车潮涌现，顺利抵达五岭的游客早已沉浸在银白世界，忍不住拿出手机相机抢拍眼前美景。下雪会很冷，妹妹看那里会不会很冷？几点出发？半夜两点。没有睡觉吗？在床睡觉啊！冷气团发威，气温骤降。宜兰太平山清晨4:30，玉山清晨5:20，纷纷降下2018年第一场雪，大约是9公分呢、啊、哈。各地积雪随着海拔上升而增厚，实际测量合欢山五岭积雪最深已经达到9公分，也开始进行管制。邮差也得上雪链，在雪地里骑车奔波送信。全台高山区白了头，不少游客不畏寒冷登山，就是要抢在2018年第一场雪拍下最浪漫的身影。记者林医生吴彩勋、洪杰明、温轩，宜兰南投花莲报道。